我选择马伯骞，因为跟你 battle，我觉得很酷。觉得很酷。你这么有种有必要吗？赫兹，赫兹都在这舞台。哎，有种哎，有种。太厉害了。有种哎。马伯骞被赫兹选到，为什么想要应战？就是我觉得跟一个异次元偶像 battle 的话，应该还是蛮刺激的，所以试一下吧，来吧，我觉得新鲜的事情要尝试嘛，那就来，这是我的第一次，那就迎战走起。OK，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马伯骞。世界是会痛的，施暴者是盲目的，思考者不善言说。如果暴怒的语气是为了征战，那造物者何苦赋予人类语言？世界是会痛的，愚痛者应该说些什么？我是马伯骞 ，I'm author。Arthur 出品，马伯骞第一主打，原创 ，I am not the coming one。每天待在节目组，面对兄弟，竖起大拇指我服，面对兄弟，鞋子到了瓶颈期，面对兄弟。They try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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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叫我出门原则，我去你个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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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节目组所有人，包括老板叫我起床，我就是赖床不想起。你能把我怎样？星期五叫我连拍，哎，那我就当天准备，哎，前提先把套餐送到窗前，吃完了够我再慢慢起来。要听到张一豪、陈罗莉、林彦行走了，我找谁去算账？哎，别跟我说什么他们还年轻，还有机会，你还敢卖账？哎，他们在我们心中重重，一直是冠军来逛逛逛。再听我兄弟说臭臭臭，跟那些诺内基要疯疯疯。我也想要寻找秀英，哎，希望你能喝死你伤别怂的不行。其实没有什么可比，因为榕树谁能决定？哎，每天待在节目组，练了兄弟。哎，竖起大拇指我服，厉害了兄弟，哎，鞋子到了瓶颈期，厉害了兄弟，哎，耶耶 ，different different， 没老师不多说，呜、哦，到时候 LA 见，呜、哦，我亲自开跑车，哎 ，LA 出迎接，哎，罗马青春私人飞机上见，谈个项目登上世界顶尖，不做鸟外的我坚决要做 icon， 大实话怪我嘴贱，哎，一杯敬茂哥，呜、哦，这杯我得干。呜、哦，热了巨星下场难看，哎，电锯力不死千万，哎，一杯敬酒大，呜、哦，一杯敬厂牌，呜、哦，萝卜包子天宇经理，还有子坤，还有我家楠楠，神仙来当个舞伴，呜、哦，蜜姐来演个女一，呜、哦，花花哥跟我走个红地毯，大大哥来唱一遍，耶，如果你想来到我们的 level， then you gotta 付出更多，耶 ，We be the best and we be on the flesh， 那最后 we see every boy， 每天待在节目组，厉害的兄弟。竖起大拇指我服，厉害了兄弟，哎，现在过了瓶颈期，游戏了兄弟，哎，别再换些个机，厉害了兄弟 ，Let's call me one，We gonna shine， 请你们教我该怎么唱 ，Let's call me one，We gonna shine， 请你们教我该怎么唱 ，Hold on, one more verse， 刚忘词了 ，Right？Let me bring it down. With it, I feel like a million. Being resilient, having the knowledge, acquire the brilliance. Finna make billions, finna be killing. And what's your opinion, y'all? Well, listen to the dopest of the leaders of this rap game. Repping the best and finessing the best. And I'll be chasing or earning the fame. 谢谢我们的妹老师 ，Author。比起复制粘贴，更伟大的是创作，创作者。马伯骞，请记住他的厂牌，尖叫声。